先看看。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北京。最想去南京呀、啊。哦，最想去海南的天涯海角。去香港吧。云南丽江。草原。香格里拉。我想去慕尼黑。马尔代夫。我想去巴黎，巴黎那个夜网泉。俄罗斯圣彼得堡。夏威夷。然后我的好朋友吧，因为好几年不见。最想遇到我高中的同学。就是遇到我以前和我一块上过的和我一块学习过的同学。我就想遇到我已经有十三好几年的朋友吧，很想再跟他们一起去沙滩里面走一走，光着脚踩在沙滩上，那感觉真的很怀念。在那里，我最想遇到他。他，啊，要不他走了。最想遇到我的父母或者我的高中同学。当然是遇到我的亲人了。当然是我的，另一半了，我女朋友。最想遇到男朋友。遇到我心爱的。我想在那里能够遇到一个能够让我的人生有个起一个发生产生一个转折点的那种。我希望在那里遇见一个可以让我一生都印象的人。请问你们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我想去英国。在那里最想遇到谁呢？遇到踢足球的人。踢足球的球星，因为我的对象他特别喜欢足球，所以我特别想去那个地方去，部分的完成他的梦想。好吧。就是帅哥，你呢？我最想去。一个有特别好大学，然后。电化学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因为呢，那个地方呢，因为我媳妇呢，她做电化学的，所以呢，她能在那得到好的发展。然后我想和她一块去那。那你在那最想遇到谁呢？就是在那个领域做的比较好的人，因为我也不认识。好，谢谢你的采访。